在中国成立的无锡科马和北京科马作为韩国科马的全资子公司，共享韩国科马独有的创新融合技术，从原料研究到皮肤科学再到包装开发，研究与开发为14亿中国人量身定做的化妆品。韩国科马控股公司作为经营化妆品、制药、健康功能食品事业的企业，旗下的各关联公司正在紧密合作。1990年创立的韩国科马，每年的销售额增长率达20%。科马的飞跃成长取决于卓越的研发力量，将各国研究所诞生的创新技术与全球科马网络共享，提供客户需要的优化解决方案。中国法人的所有产品也是以韩国科马研究所开发的技术为基础制造的。在江苏省无锡竣工的无锡科马，面积为74600平方米，是中国最大规模的单一项目工厂，具备一站式自动化系统、自动灌、自动灌装设备等世界最高水平的尖端设备，每年生产超过4.5亿瓶基础化妆品和彩妆产品，具备可执行任何特别的订单和任何超大型订单的理想体制。北京科马研发专为中国人设计的产品，引领中国国内美容市场和化妆品技术快速增长。继北京科马之后，无锡科马的竣工令科马全部产品系列具备年生产5.5亿瓶的能力，世界顶级的科马技术力，拥有随时快速满足各种客户需求的系统。无锡科马和北京科马取得质量经营系统、国际优秀化妆品制造和品质管理相关的国际认证，实践顾客满意品质经营。从原料入库开始，直到以成品推出的瞬间为止，构建细分为6个阶段并系统化的质量管理流程，保持质量稳定性及不良率的最小化，以创造的热情引领新模式的科马，将以无锡科马和北京科马共同开启新的时代。为将希望更美丽、更健康、更安全的顾客的期待变成现实而不断前进，创造美丽新价值的伙伴科马将一直陪伴在您的身边。